软体安装说明。当您执行 Intel 无线显示技术驱动程式安装精灵后，请点选下一步继续安装步骤。请阅读使用者条款后，点选我接受该授权合约中的条款，并按下下一步。此时安装精灵将会自动为您进行安装与设定，请稍待片刻。按下完成即完成 Intel 无线显示技术驱动程式的安装。